Amnesia. Star New Game。欸，所以这一款你之前也是有听过啊？也没有看过，对吧？啊，它是有二，对不对？它有，它现在出三了，这一两个月出三。哦，我只记得它是有出到续集，但我不知道是三，我以为是对啊，续集我有二，我有买啊，啊三刚出而已。哦，我看这款都在各个评比网站上面都说是最恐怖的游戏第一名。Fuck you！干啥？那个一玩就直接玩最恐怖的。啊，你又在包了。好。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好，应该是没有。我记得他有一个成就，是你开头动画完，然后你直接离开游戏，他就有一个成就。哎呀，他名字好像叫什么"精彩部分正开始"。你要先解这个吗？应该是不用了，这种这么无聊的东西。现在好了 ，normal， 哈 mode， 靠腰，不要了 ，normal， 他没有意思呀，他只有 normal。好了，打 new game。哦，好恐怖哦！先，我只想知道那故事。好啊，我们看一下。来来来来，麦克风仿真价200块。来看看今天可以玩多少。别忘记，有些事情绝对不能别忘记。看那沙发头可不可以开中？不行，不行。我叫做 Daniel， 我住在伦敦。我做了什么？这真太疯狂！别忘记，必须要阻止他。专注，我叫做 Daniel。I am Daniel。I am Iron Man。I am Iron Man。Harry Potter。在瞧什么东西？哦，我只是。是有什么？因为我是把耳机挂在脖子上面，有哐啷哐啷的声音。对，那是耳机的结构的声音。我趴在桌上讲，这样哎，这样子听。你再讲一个，有点。这样，好不好意思？再试一次。还行。好，有爆的话我再跟你讲。可。继续。好。日志已经被记录在 journal 里面，按 J 可以看。跟着议题的轨迹，然后找到它的源头。你现在声音好小。因为我放桌上。哦，争议有个小的啊，这样的，哼，好，继续，这样画面有看正常吧？有，看我可不可以把它缩到跟手机屏幕一样大就好，超胖。啊，这个故事应该是谜团是慢慢解开的啦。他现在只说是现在的强状态，然后你叫做 Daniel， 那就在这个恶灵古堡里面。哦哦，趴下。啊，说主角精神状态很差的时候，他会整个趴在地上。是哦。那可以捡。哎，打怪。按右键丢，按住 R， 转它，快点帮我探路。哦，我考验。哦，那画面会，这个会很有 jump scare 吗？
好像没几乎没有啊，都是气氛类型，捡到火柴盒，妈妈扎扣，啊，听人家说这款游戏为什么之所以恐怖，就是因为都没有几乎没有 jump scare，都是用气氛。火柴盒是可以点燃蜡烛，对不起，互以为。Tab 是物品栏，目前有两个火柴。健康，always good，always well。哦，理智跟水晶一样透彻。可是讽刺的是，水晶其实不是透明的。Journal 就是刚，就是那个 Journal 就这个嘛，笔记。啊，对对对，没有没有，我刚刚想说，Journal 为什么会翻成理性？然后理智是这个嘛，Sanity。啊。啊，说看在黑暗中太久，或者是看着敌人太久的话，你看着怪物太久的话，你的理智会越来越那个越低，然后好像就会出现幻觉。对，就是 sense 会降低。No sense。No sense。跑步又跑了跟没跑一样。对哎，有脚步声，有脚步声。你的游戏声音比你声音小很多，所以我听不到，太棒了，耶、而且你没有戴耳机哈。yeah！对，OK，好，他开始忙了。很忙哦，直接趴在地上，呛了呛，呛了，呜呼呜呼，开了，看一下，这游戏好像也有多重结局，是哦，就是不同路线吧，可是我完全不聊，所以。就你看，反正第一 round 一定是先照自然走。对啊，要不是什么那个超级，可以跳。可以跳的恐怖游戏很少，可是跑也跑超慢的。哦吼吼！哦，一阵阴风吹来，关门。可能有柜子都要探一下哦，可能有放东西在里面，资源在亚里洲玩家，面，客家玩家，没这个哎，可是我看什么 PewDiePie 玩这种需要啊，探索的，他们都不太会那个，全部都探光。哦，他们就那个忙着推，然后忙着做效果。应该吧。我知道那个 PewDiePie 最常做就是 Mr. Chair，Mr. Chair。飘，看亚洲玩家不玩这一套。3小时，抱歉，我现在在滑手机。3小时，or arc，是什么？长柜子是不是？应该不是，应该是类似，对，有点。放走东西。就是储存吧，他刚字幕讲的、嗯，对啊，跟你聊，害你没讲到。没差，哦，可以。他的，遇见这个令人不安的事件的时候，会降低你的理智，然后如果解开谜团，对，就会恢复。哦，开始，哦吼！蟑螂，看这个领地直接归零。我的理智有一点头痛，轻微头痛。啊，好多蟑螂！No，No 蟑螂。它是猴子。啊，好黑哦，点个蜡烛。小心，当站在黑暗里面太久的话，你的理智会慢慢的干枯。
哎，要待在有光的地方，跟阿伦星星一样。希卡里，但是他是恢复理智，不是恢复生命。哦，看不到，看不到。哦，他强迫我看。哦，旋风、冲锋、龙卷风。他说还是跟着那个，对，跟着液体找到源头。没有。哦哦 ，shit， 按到。头正，理智目前头正剧烈疼痛，然后手在抖，跟阿扁一样。一点就是宿醉。锁住了。No。锁住了，那要找另外一条路。哦，哦，我以为这是名字。有像。对吧？要找钥匙，要找钥匙。好，还有我再调亮一点点。A little bit。OK， 哎、欸，他有 advance， 哎呦，你感觉他的那个 TS 五什么的没有全开？对，他是 resolution high， 可以啦，1060够啦。这个十年前需要重开，啊，没关系，没关系，就先不要。反正这种游戏应该是感受不出来差别，所以就算。那就算太高画质太可怕，应该是看不出来差别。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很在。林克，林克。哎，刚好今天万圣节玩这个。哎，对。锁住啦！是看，但看起来一定要走那边了，所以要找到一些。一开始就卡关，不会吧 ？Oh no！ 哦，这是树。可以拿。嗯。这柜子推了有暗门啊。轻微头痛。让我的眼前有点模糊效果，往回走看看，看一下，拉掉什么东西？位置，哎呀，都是空的。空的，哎、欸，奇怪了，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一开始就卡关了。哎呦，这里也有，哎、欸，没有，还是这回头，对，不对啊，这就回去了。嗯，回去应该没东西了。小卡，小卡，是你网路还是？应该是网路吧。嗯，可能他受不了高动态游戏。还好没有玩动作游戏。没错。还是在。哦。油灯。结果要捡到油灯才会开门。哦。剧情那个。剧情触发。油。需要。当。对，反正就是油灯。按 F， 哦，哦，这个游戏突然变简单多了。哦，敢再拿起来一次哦？没有，它是那个，就手电筒，手电筒式。嗯，也是会耗煤油那种。对，耗煤油，就是只能捡电池的那种概念。嗯，
不能开。哎呀，你的画面突然变得很色阶。色阶。对。就是很一块一块的画面那种。哦，马赛克。对，有一点点。那个位那个色彩位元度变低。哎，没错，你讲到我想讲的。哎，翔恩有进来吗？你帮我看一下。我帮你看。啊、，no， 没有。翔恩有上线吗 ？no， 他有回我来啊，他说六六六。看起来就是没有上线，所以他才刚记错那吃完饭吧。I wish I could ask how much you remember. I don't know if there will be anything left after this drink. Don't be afraid, Daniel. 丹尼尔写给自己的字条。好。我知道刚刚为什么你讲话声音比较大了。为什么？他的直播画面可以直接调截取的声音。哦。Still invokes bitter anger in you. If not, this will sound horrible.Go to the inner sanctum. Find Alexander. 要找去内部的那个圣塔，找到亚历山大，然后干掉他。One last thing. A shadow is following. 一个暗影在跟着你，所以我要死两次 ，die twice. I have tried everything, and there is no way to fight back. You need to escape it as long as you can.Redeem us both, Daniel. Descend into the darkness where Alexander waits and murder him. Your former self. 你的前身自己 ，Daniel， 只要步入黑暗，然后找到 Daniel， 不是 Daniel 是我自己，找到亚历山大，然后干掉他。哦，原来你刚刚读的比他讲的快。差不多啊，可是他自己有念，所以我不好那个一边讲。这个是墨水，哦，有，这是有，真的有，有了。现在游戏的声音变大了 ，nice。这为什么你的画面变幻灯片？幻灯片，对吧 ？Yeah， 真的，还是我这边的吗？这边播吗？不是哦，我没有跳东西。嗯，奇怪，你真的变幻灯片？看一下。那就继续。对，啊，好的，好的，好的。好。写字。我再快速看一下刚刚写。嗯哼。我希望我可以问你，你记得多少？我不知道。那个，我喝下这个饮料之后会还有留存多少东西？别怕 ，Daniel， 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但是就是因为知道这个，我选择忘记。哦，原来是孟婆汤。哎，这里我们有个目的存在，你是我最后想要把事情倒回正轨的这个那个目标点，上帝的旨意，那个亚历山大 Brennerber 伯能波 still involves bitter anger you， 一样是戳起了你的一些愤怒。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听起来会很糟糕。总之就是写给自己的信，说要干掉亚历山大这家伙。啊，这是我前身自己写给自己，原来是精神分裂。Yes， 哦，哎，入口大厅。啊。这看起来像诗篇了，我就不想解释什么意思。诗篇文几的？文绉绉。哦，我以为是圣经。哦，圣经。抱歉，太敏感。Alexander, is it inside the castle? 亚历山大，这是在城堡里面吗？来吧，把灯带着。I don't believe I have. Is it connected to the what did you call it?The inner sanctum, my most precious chamber, Daniel. And it lies. 我最宝贵的一个房间。In fact, it lies beneath the very stone of Brennenburg. 我靠呀！
好饿、哦。这看起来就跟那个DMC 一样的东西。Daniel， 下一步做啥？他是刚刚那个 Dairy。哎，好。有些有机物质挡住了这个 refinery 加工厂，啊 ，refinery 是这样，是吗？Refinery 是那个提炼，提炼 ，Refinery 精炼厂，炼油厂，应该是还是酿酒厂这边了、啊，精制厂类似的东西，精炼厂，对，类似的东西，对，因为我知道 Oil Refinery 是那个炼油，哦，那就是的，又强壮又那个黏勾勾，没办法用手。连工具也不行，糟了。我右边有这个音效很赞，我决定把它调小一点。所以刚刚的过场是说，这下去就是我们要去那个什么 inner central， 内部圣堂之类的东西，最宝贵的。所以感觉应该是其他地方探完，然后最后去那里。My precious。哎，有那种什么宇宙什么的那种啊，恶魔城类的吗？哎，可能。哦，斗夜瞳哦，哦，野风柱，说长就长。对，这是大门。对，我刚醒来是在比较里面的地方，不是在大门。大门是这个。好，不给出去，出去就解决了。只是偶尔做个噩梦呗。可是我自己叫我干掉亚历山大。好了，既然做人就要相信自己，就要干就干，把他干成亚历山小。轰轰！哦，这里一直有旋风冲锋。旋风。我们先走小的地方。有两条路，先走这里。Laboratory 实验室。实验室，这种恶灵古堡是会有什么实验室？这个世界观应该是没有保护伞了。对吧？我靠，好黑。哦天哪！还好还看得到。可以可以。下面还有火。发抖了，我就看起来真的像恶灵古堡的场景，感觉会日柱会出现的呢，有怪物喽，又在手抖，这个自己加、喔、啊，要自己加、欸，啊，右上角那种，这是火柴，哎、欸，又是，这是火柴吗？啊，这是油灯。他说：“你提起来是耗一个火柴啊？”没有，提起来是耗油灯的油，哦、是耗这个油。那、啊、这个是就是油，要自己加。啊、火柴只是点火把用的。对，火柴是点那个墙壁上。嗯。刚有个低语声。Whisper。Careless whisper。噔噔噔。有笔记。The lack of chimneys is probably when the fusion. 所以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烟囱嘛，所以要让这些气体呀、啊，那个能够顺利的进行，是一个产生一个比较不稳定的这个问题啦。它会产生一些比较不稳定的那个成分，有些看起来是没有影响，但是有些是被污染到，然后就会比较困难，这个就达到效果这样。我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来，我需要做我能做的事情，然后把它们移动到那个长久的那个地方。酒窖了，
放在酒驾里面去。看人家解谜哦，不会吧？看豆叶虫。哦，看这个，很多把手看就很像那种 Facebook 啊、IG 滑一滑会出现的，只有2%的人可以通过。然后玩的人都是智障。有的。哦，哎呦，下水道。雨月龙门。看这真的根本恶灵古堡嘛。有实验室，有下水道。要什么有什么？二零古堡 ，Mind Century。有回忆。智慧手机。看，看这发光超像那个手机屏幕。我看一下。这是。类似实验日志之类的嘛？然后 ，This is my third attempt to produce artificial vitae。然后，这是我第三次尝试来产生这个人工的简历。简历？我记得 vitae 是那个简历的意思。好奇怪！来 ，TAE。阿夸 VK 哦，简历简历，对对对，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 Sheer Force 哦 ，Sheer Force， 哎，可是阿夸 VK 是那个酒精，阿夸就水的 VK 的，这可能是比较那个偏的用法，这样嘛？学英文，学英文。My sense and cause, and my or an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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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看都专有名词。实验不成功，然后这个结果高度是强酸，然后没办法用在，就是没办法用。可是有这个有机物质会剧烈反应，会跟它做剧烈反应，所以变成说我要做出他讲的这个东西，然后去。烧那个刚刚那一坨，哦，感觉是这样吧，我猜的。I might be able to use the recipe using hope。啊，关我屁事！干。你失去信心，关我屁事。这是什么？那个化学槽，化学桶。耶！为什么一直在抖？八冷到八多，有一点头痛。我也有一点头痛。看起来像特斯拉线圈。有一天我会回来，如果不是为了你，我的爱，我没办法继续下去。当我发现自己在做糟糕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向你寻求安慰。只要我想着你，然后就是一起白头到老，应该是这个意思啦。我知道我可以比其他人优秀，我为他们哭泣，他们是不受控制的渴求着权利，然后我只是想要有个公平的那个。就是有公平待遇，然后安全的回来这样。啊，又要再看一次，我不能拿出来吗？不能拿出来。不知道那什么意思。拿到这个一个罐子，然后里面有所有元素的那个混合。做的真的是超棒，可以用吗？哎、欸，可以放这里。然后嘞，然后嘞，需要四个不同的化学物质，化学物 X。小女孩，小女孩，
的卡通一开始就不单纯，想要做小女孩。因为我放在这里，它就不能动，所以应该放这里是对的。相信恶灵古堡直觉。哎，火柴，火柴天堂。所以其他地方要先去探一下，这个之后应该找到东西了再回来。哦，二零谷吧。哦，二零谷。还好这身上空间有一二三四五六十八。超棒的啦！看我玩零代玩到快吐血，身上只有六个。不过还好，它可以放在地上，啊，你可以再捡。嗯。哎，我去尿尿。好。你要讲，我也想要尿一下，来尿尿。不知道这个跑步有没有限体力？没有限的话，当然是全程都跑的。说不定是看那个底质而定。刚顺便刷牙，我觉得你看到最后可能会很可怕，不敢去刷牙，不敢照镜子。没错。哦。别浪费。听到女人的叫声。那个争吵吗？就是离我远一点之类的。Get away from me! Get away from me! 还是不从去上面看看。我把你的画面缩到剩下六分之一个荧幕，怕，怕吧？它是几年的游戏啊？2010？二零零几啊？蛮早，那个时候很早 ，PewDiePie 就在玩，所以应该很早。我不知道，我一直听过失忆症，一直以为它几年的。等一下。二代欸，二代就比较，反正一定比较晚嘛。对啊，我查一下，没关系，我变进到走廊。Rare books， 罕见的书，看起来是小黄书。耶、yeah. ，Cat。你不要找到恋爱游戏就好，有一款恋爱游戏好像也叫失忆症，真的假的？来来，小黄油。哎、欸，我找到真的是那个 AVG 女性像。啊、哦，我想看什么？失忆症。找那个失忆症黑暗后裔。Dark descent. Descent. Save 90%. 2010九月八号。哦。参与万圣特卖，46块而已。哇。The unflinching African sun has continued to plague our expedition. 丹尼尔的日记。Impossible to dig until dusk. How Professor Herbert managed to find the location in these vast plains of nothingness remains a mystery to me.When I asked him about the tomb again, he told me about the legend of Tin Hanan, of us all. An interesting story in its own right, but I can't help feeling there's more. Later that evening, we uncovered a passage beneath the dunes leading to a sand-covered stone structure. The professor was confident it was the tomb we sought and ordered the others to clear the way late into the dark, cold night. Tomorrow,I shall lead the men into the ancient structure, hoping to reach the burial chamber. No matter what the professor is keeping from me, the dig should yield something interesting to take back to London and the British Museum. 好像是丹尼尔的日记，他提到一个跟什么教授去，有点类似野外田野调查之类的东西，好像要找到什么东西，然后带回去大英博物馆。啊。看
看起来是这样。嗯，我查到第二集，第二集是 A Machine for Pigs， 对，群猪机器。群猪机器好像就比较现代一点，好像是。I hereby offer my full attention to Alexander Baron of Brandenburg. 亚历山大是这个什么 Brandenburg 男爵？哦、oh, ，Duke of 是吗？那个巴隆。巴隆哦。Duke 是公爵。对。Oof。这是合约。那个应该是仆人了、啊，仆人或管家之类的。三年的刑期，对，感觉像是判刑当夫人，好像 S O D 的场景。哦耶，哦耶。反正就合约就对。好啊。无等合约。Oh, it's good.打个岔，哎，你有买期待吗？啊，买什么 ？Resident Evil， 都期待啊。对啊，有啊有啊，有啊。哦，是万圣节特价。三代也有嘛，打五折。哦。但是我还没下。可以可以，谢谢。就是又处于那种啊、哦，买了就凑齐，可是该不该现在下？那种感觉。没有用。哎、欸，你又变幻灯片了？哎、欸，没，好了。什么地方 ？Study。哦，书房是不是。差不多。好空洞啊，这个地方。哎呀，跟我的书房一样。又是丹尼尔日记。这是刚刚的那个接续。I feel the need to document my tribulation, for I fear that my memory will fail me if I linger. Today, I took some men and ventured into the dark, ancient passage we uncovered. 进去了没有探索的暗黑古早通道。八通关古道是不是？ They argued loudly, and I felt their strange language getting to me.I mustered my strength and yelled at them to continue down the slopes and broken steps. The crudely confused me. 超怕。It looked much older than the 4th century structure we had expected. The twisting path emerged from a great antechamber. 那个风声很明显。Unlike any I'd ever seen. Despite their unearthly quality, I felt strange familiarity toward them, which haunts me still. How about that? 可以可以。At the far end of the chamber, a great slab of stone sealed off whatever lay ahead. I gave the order to raise it, and as I pushed through the narrow space, the heavy stone sealing me inside. I was trapped. 还是不要出。祥恩，祥恩，祥恩，还是不要出去。该回来了。观众两个，哦、oh. oh. 欸，还是那个，欸、听得到我？哎、欸，可以，耶、yeah. ，看得到画面吗？看得到。来，我们再另类版。一片漆黑，是什么鬼？等一下，客家玩游戏，客家游戏。啊！这就你跟月月哦？对啊。哎呀，反而想让你声音我听不太到。把它调大一点。等一下，你们在玩什么？应该有那个游戏名字吧，在 Discord 上面。哦，这 Dark Death 是什么鬼 ？Emanation 失忆症。这个听看很多评论都被评为是最恐怖的游戏，第一名。啊，怎么还有一个手？手是那个嘛，可以互动的物件。输掉先、欸，超自然境界。黑的啦，天哪！好、哦，拿灯，提灯。啊，这恐怖在哪里啊？气氛吧，这是恐怖，气氛恐怖。
我前情提要一下，反正就是我游戏一开始我就直接带这个古堡请来，然后就有声音说我叫做 Daniel， 然后什么有一个暗影在追逐着我什么的，我直接开那个 journal 给你看。然后反正他有点，反正他开头有点没头没尾啊，他应该是资讯都后面会慢慢揭露这样。然后就我中间就收到一个在上面声称是写给自己的纸条，就说是之前的我写给自己的，他说要杀掉一个叫做亚历山大的人，他好像是这栋古堡的男爵这样子，他现在还在抽丝剥茧。哦，对，所以就现在才刚开始没多久。哦，他是可以两个人玩还是一个人玩？因为他一个人哦，因为只观看的对观众。因为我们刚才打完越南大战啊，就想说，大家想说好像没有其他游戏可以一起玩，算了，那我们就来就是看一下，一起玩游戏。钢琴，好，不给我弹，怕我弹的超烂的。没玩。然后刚起床吗？刚起床。那个，等下要写 project， 我的天，还要写 project。哇哦！那我直接问老师，我就直接把我的小小 model 给老师看，老师觉得我这样做对吗？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了。然后我再仔细问他，跟我讲一下。笑死！那我这几天都没有搞研究的东西，超忙的，我要忙其他东西。他们期中考啊，然后又有一些杂事要办。很少讨厌的。Tinderbox。Tinderbox。这是什么东西啊？火柴盒，火柴就要点。啊，它会熄灭吗？不会，点了就不会。啊，如果 我手上提的这个有那个燃油量限制，所以要珍惜使用。啊，可以捡到一些那个油罐这样。嗯，最近好像没什么东西。我上的那些招牌，但就已经不会。三小有人醒来了，我们要到处去探索，看一下刚刚的那个写的说要去那个什么 inner sanctuary， 有点类似内部圣堂之类的东西 ，sanctuary 内部圣堂，找到亚历山大然后干掉他，嗯，他的躯体非常软弱，看起来很简单，看是不是。看起来而已，他是说的很简单，说的很简单。你很想从他，你的前身自己 ，Daniel。Daniel 喊。我先弄早餐。好。三七。刚刚去那个书房，什么屁都没找到。右边的，这听起来就像。哇，你又吃两片，然后震撼我一天。早上起来吃披萨，吃两片，这么牛逼，必须的。想让你室友，室友一样的。哇塞，老铁，赶紧做饭，我饿了。哎呀，没事，老铁，今天4点就做，我操。没事，我在做很快。哎，这个来过，这是哦，来的地方。哎，可是还有什么地方没走过？好像是这里哦，这里。这还没走过。对，我记得你刚刚那个地方悬梁。哎，酒窖。要 key， 要钥匙。看，最讨厌就是。要它。哎，不对。我他妈愣着了，我他妈什么鬼啊！我也没开窗，我躺一会儿，然后我就睡着了。我都不知道是热醒还是睡觉觉要找钥匙。我一看表，11:30。我也起来，我都不行，我再躺一会儿，我都又睡着，我又睡，
哇，祥恩室友好激动。对。把声音调小。可以可以。好，听起来不激动，再调大一点。好累。开玩笑。奇怪啦，对，刚刚这一间什么都没找到，应该是有漏掉什么。没有，我想问什么嘞？不愧是国人，讲话特别大声，特大声，特大，今日特大。也不，我还是调小一点好。那我先调小一点啊，等他回来再跟我讲。好。应该是漏掉什么东西没有剪的、啊，阿弟。奇怪啦，这三柜也，这三柜也用过了，看过了。哎，之前我刚有刚进来，可是没看到什么。又是火柴。哦，墨水，墨水，找不到，找不到东西。哎呀呀呀呀！我找不到，找不了。这间没有。哦，这哦这间我还没有进来，打开自锁键，靠靠背。根本哭吧，这个三个也看过了。这间这么大，应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探探探？天花板之类的，那种东西应该没东西。有低鱼哦，可以。哎，清楚吗？可以，可以哦。行，给我换成。哎，蓝牙耳机了，哦，是啊。哦、你刚这样比脸，是吗？你刚这样比脸，对不对？我刚刚是用一般的有线的耳机。对。嗯，收音很清楚。嗯。好，来到了没有看过的地方。不错，我的 Power Beats Pro 终于有点用了。Power Beats Pro。嘿嘿。Nice。哎呦，来到了 Floor Plants。地板计划，那个室内的那个布局的那个。哦，哎、欸，那这样我能够吃东西，你们听得清清楚楚。没差 ，ASMR。什么？When the shadow arrives, it won't take long until things start falling apart.We're just buying time anyway. Let's do what we can. There is much to do about yours. We should reinforce. 你看看那个是东西吗？东西嘛。Especially downstairs. Here, here, and there. Let's get the servants working on it. 这个是回忆录之类的这种过场。西边的大厅，西边厅。西厅，然后东厅。我看看这些东西，还有想到那个游戏学校以前有那种解谜游戏啊。女主角是女生那个。哦好哦，有印象，有好像知道你在讲，好像知道你在讲什么，啊、可是就不知道名字。哎，网站还在。
X。哦。哦。看音效，东西先摆好，是不是？56。好。在想。到底是进来这里有什么用？哎，有进来清楚吗？我的咀嚼声，我天！啊？没有。哎，我怎么突然要破盖了？破盖啊！After pounding the unforgiving stone wall for what seemed like an eternity, I realized it was hopeless. I was trapped. I was trapped. Fell to the ground, gasping for air, trying to focus. That's when I saw.Faint blue shimmer. Shimmer. My weakened body was heavy to carry, but I managed to push myself toward the enchanting light. It was waiting for me. Enclosed in dark nothingness, I felt myself drawn to the mystic light. I reached out, closing it in my hands. The faint glow escaped my fingers and began to spark brightly and spirit me away.Unlocking alien memories of spiraling towers, endless deserts, and impossible geometry. The next thing I can remember is the grating sound of stone being lifted, the voices of the Arabs pulling me to safety. Grasped firmly in my hands was the broken pieces of a most peculiar relic. 其实我搞不懂他这一段在干嘛。的回忆录写的有点迷茫。所以我捡到了什么东西？没有，什么都没有捡到。准备心一下。Country Road。哎，是哦，算是我。我只是在唱歌。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是打没打呢？打没打呢？你打没有？打没打呢？哎 ，fragile 可以那个破坏脆弱，可是用手还是不行，对，还是要找工具。灭火器。灭火器。那个时候没有。有灭人器。所以。所以我要去哪？哎，我又写了 inside chamber。哎，所以我这样咬声音很小声，是不是？还是很大？我都没听到，没听到。好碎哦！这什么超屌耳机啊？我想要。Power Beats Pro， 我操，这个贵。必须找到新的出路，我被封死。哎，什么鬼？哦、被封死了！哎呀！这是我来的地方吗？现在变成巨石阵。The Rock， 哎呀，巨石阵。What's the meaning of Stonehenge？ 砸椅子？没有。不然就是要找到什么东西，等他砸椅子试试看。不对，砸玻璃吗？不对，不对，打那个墙啊！哎，过来，砸墙！哎呦，刚刚那个，哎，干真的，好强，好屌！哎，砸墙，我先说。You have to be swift when you activate the first one. You hear that? If it stops, you'll have to start over.Isn't all this a bit excessive? You can never be too careful, Daniel. 听起来像是说解谜，能错过什么东西，你就要从头开始的感觉。哇靠！那种时间制的那种谜题吗？哦，类似。刚刚听那个背景音乐有点什么 “kanan 那种东西，对吧、啊？敲筷子。要敲布才能拿吧。哎，很直观，我喜欢。
巨锤瑞斯。哎、欸，我觉得刚刚那样超好笑。这个好像是在讲这座恶灵古堡的，看起来不怎么重要。不花时间看了，不花时间。既然没有配语音，那应该就是不怎么，就是补世界观而已的感觉。嗯嗯嗯嗯，我锁住。回去再看。哦，这个有什么东西吗？啊，我刚拉出一本书，所以那本书是机关，所以应该找到相对应的东西。为什么？啊 ，Jeffrey 分。哦，这个书柜应该是最后会开门的吧？如果解到谜题的话，还是这样。哎，这里也有书。还有，应该还有。啊，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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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哎 ，nice。哎，水哦，二零古堡。哦 key， 哦酒窖，哎呀，等一下，怎么了？刚轰了一下，要不知道发生什么，召唤出了怪物。干点这个其实没什么屁用，浪费干，烧一直泄愤。Regarding calls into a wine cellar， 说酒窖因为什么东西而关起来？嗯，因为有就一些，反正出了一些问题，然后被调查，被警方调查。然后所以酒窖就被封起来，然后直到案情被掌控之后才会重新开启。哇哇哇哇哇，那就出现什么命案之类的。哇哇哇哇，好啦，那就去酒窖呗。哎，解开了，哦，这是出口，哦，这是刚刚，哦哦，我懂你。是各位牛吧这样。哎 ,study 打不开了。哎都是的。靠呀怪物。看得到吗？刚刚一闪而过。我就听到声音而已。好痛。抖音痛。他从这里走进去。那就好。可是我是不是要从那边过去？看一下。不要 jump scare， no jump scare， 难难难难。哎，可以可以偷看。哦。哎呦，有怪物声。没听到，是打火机。结果怪物也有钥匙。哦，哎，靠呀！靠背，这会咬人哦，下来。啊，小恩说没声音。好，那我继续。有教室往，不是这里，往下面。哦，开始恐怖了哦！耶、哦，有阴风。
这里这里。Use the key on the door. Hey, 开门了。哦，好暗，但在黑暗中。又在手抖，又在阿扁。男爵去哪里了？谁在乎？好像有点说，就是因为刚刚说那个什么调查，所以他把酒窖封起来，然后就是要，好像就关了一些人在里面这样子。看这提示说，当敌人靠近的时候，那个请离开他的视线，然后躲在黑暗里面。记得要关闭，关上你的油灯，有那个链条的声音。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有有有，那是主角的牙齿在打架，就是咔嚓咔嚓咔嚓。看，就是主角的牙齿在战斗。好笑。看，有敌人的声音。强恩还是没有吗？对啊，还是没有。奇怪呢，听起来是从比较远那边传出来的。先进来，好，超怕。是我也这么多。但他说会自动存档了，所以我不用担心，真的像恶灵古堡一样。嗯，真的是我太有声音。啊，那是我的抱歉。我说有链条的声音。哦，靠呀！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多谢多谢。耶、yeah. ！他说这个东西是增加血量，嗯，是疗伤，伤药，绿色药草，可以。他说敌人就怪物出现的时候就不要看着他们，不然甚至会降低。这不看他们，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赶快先恢复一下理智。那我刚这个门明明是关起来的。那是探出进来哦。我会开门。赶快。看着火光恢复，赞美太阳，你怎么了？Orpiment 是什么东西？捡到了一罐东西。
Orpiment 这是雌黄，化学那个雌黄，所以应该是要拿去实验室，这种鬼东西。就是那个啦，信口雌黄那个雌黄。哎，雌黄。信口雌黄。想不到。哎，有怪怪的声音。牙齿又在打架，如果猪突猛进的话会不会被死掉？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啊，而且他，哦靠，看怪物要来，快逃快逃快逃，而且他理智变低的话他会那个趴在地上，所以也不好逃跑，赶快先做好我的那个那个秘密基地，小孩子最喜欢这样。我的底子现在是点点点，甚至很低哦，甚至已经快不行了。是，我靠哟！我的甚至现在危险。超危险的敌！我现在后面是黑的，好像是过场。对，过场。然后现在圣职指点点点。我可能真的太神，那个火柴跟那个，对吧？这个亚洲玩家。点火哎、欸！我先不知道他会不会是随时间恢复的。捡到了这个 ，Elmy 好像有看过是什么东西，我查一下。Calamine 是什么 ？Calamine 对 ，Calamine 炉甘石洗剂。炉甘石洗剂，什么鬼东西？我不知道。刚刚痱子粉啊，类似痱子粉。痱子粉，用于减轻皮肤疼痛的炉甘石洗剂。哦，卡拉哦，卡拉明哦，卡拉明哦。不懂，花的看就痱子膏啦，那看起来就痱子膏的东西啊。啊，花的不？嗯，看了我想擦一下，擦过，很香。那痱子粉蛮香的。Strong push。哦。有。Hold down left mouse while moving left stick to push。哦，我是在谁在讲话？不知道，主角是哑巴，不是哑巴，大家都会讲话，对不对？怪物的声音。当抓住一个物件的时候，你可以点右键给它一个强力推挤。哎，有脚步声靠近，我先躲起来。真的，我听到外面有脚步声靠近。不是门不是被关了吗？对啊，很奇怪，还是他会直接一个北斗破岩拳，然后就破坏。也是不错啦。他刚说给他一个强力推啊，我不知道怎么推，不会用。
样子啊。哦哦哦，要配合自己的移动啊。啊。哦，なるほどね。すごいね、おばちゃん。哦，你要有那个in pause。瞬间。Is anyone there？ 要那个冲量。那我觉得开门会不会就送好礼？啊，好。啊，有理智恢复了一点点，变回阿扁了。还有脚步声呢。啊。好，没人。我轰轰了一下。这铁链声应该是怪物。哎，姐姐没有进来。Upright， Upright 是 Cup Right 刺瞳框。哦、oh, ，Cup Right， 都是一些没有看过的东西。超冷僻的。啊。啊，想一下还卡住。我查到的是任性，那是 cap rise。想让自家加油一下。葵酸。葵酸。三酸甘油脂。点个蜡烛。干，有脚步声。走躲起来。有开，好像有开门的感觉。好怕。而且他说要待在黑暗之中才可以躲避靠北，我刚点的蜡烛，要被吹掉。傻爆。好，希望只是我的错觉。我瞄一下。好，没事。我现在有三个化学物质，他做实验要四个，所以应该还会在这里。酒窖吧，所以应该东西都在这里，有病的人都在这里，跟 TikTok 一样。找一下。小恩说他要先断线一下。好啊，先重开一下。好啊，随便他。你都这边没有东西，刚刚捡到的不是铁链子。在你刚刚躲的地方。再躲一次。有铁链声，又有脚步声，哎、啊，可是就是不知道人在哪里，然后我就一直在咔啦咔啦咔啦。你有听到吧？铁链声。等一下。有。嗯。喂。嗨，家人，你回来了。有了。What happened? 你说我吗？现在？啊，你现在可以啊，我听到你。哦、超清楚。调小一点。比 Pornhub 还清楚。Pornhub。我光想。可以了，看来就是 Discord 的问题。啊，应该是，他可能有点小卡卡。没错。看，一直有奇怪的背景音效。我都听得到你的背景音效，天！哎、欸、靠，要是……哦，铁链应该是这里的这个声音啦、啊。哦，上面是吊猪肉。对，吊猪肉，死猪。看下午，哎呦，害我也是有怪物。被骗了！妈的！
但是这里感觉就还是有怪物，两个蜡烛，所以还会有怪物。有啊，刚刚有怪物，刚有看到怪物。是什么怪物？就是畸形怪物。哪里？实体畸形怪物。哦。哇，这什么 ？FBI 紫外线。Do something. Do something. 我们没办法活着离开这里。你怎么能这样讲？亚历山大，你这坨烂屎！放我们出去！哦，看来是被拿去做实验。做实验还是就关在这里关到死？可是关到死也不会那个。还是放毒放毒气之类的。哎呦，这哎有关有你的，真有你。Aqua Rage 啊是什么 ？Aqua Rage。我知道阿夸是水嘛，王水哦，王水，我叫做威廉·哈斯，这是我的遗言，我的自白。两年前我被传唤到这个城堡里面来，一到你的 deep breath。这反正他遗书嘛，看起来是被关在里面其中一个人的遗书。Ever since the bombing, women and children to be hunted。他怎样绑架了别人？I was to keep that healthy humans upon his slightest whim and do so without asking questions in return. 他好像是负责绑架健康的人。你说这个威廉吗？还是他说的人？对啊，这个威廉。我稍微跳我再跳一下，我再跳给你。可以没事好，应该可以。总之就是他的自白，他的死前的最后告白。重点是发生什么事。今晚男爵邀请我跟我的人，我的小弟，到酒窖下面，然后来庆祝。我有 suspicion， 我有产生一些怀疑。怀疑。我在下楼的时候有怀疑，但是他坚持，然后要我们加入，就是举杯庆祝这样子。然后酒喝起来没有事，但是我酒喝起来正常，所以我的小弟都毫无戒心的都喝下去。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恶的惩罚来到来了，男爵把我们锁在里面，然后原谅我，为我做的事情原谅我。然后锁在里面，然后地上了，我操。哦，应该就是他在酒里面下毒啦，然后他就是举杯庆祝，然后就给他们喝这样子，然后又把他们锁在里面。应该是这样。好，继续用我六分之一看。好，现在四罐都找到，所以应该回去做化学物 X 实验，做小女孩出来。对。然后拿一个是什么？一台。拿着自保，对不对？对。好笑。可以啊，这 jump scare 可以被他挡住，想强迫你放掉。这片的 jump scare 好像真的不多了，听人家讲，就是就都是气氛这样，还有躲怪物的那个
咔嚓咔嚓咔嚓。没错，我是有看那个啦，像第三代的 jump scare 只是一个面具而已，而且是很漂亮的那种面具，不是那种吓人的。哦，就只是突发事件而已，这样子。对啊，就突然三步子跳出来一下。哦，然后再自己玩看看。Go。啊，三小。干啥？什么声音？哇，二零古堡散安布雷拉散步到这里来。You 说长就长啊！这个会咬人。天哪！有受到一些擦伤。我身上有绿色药草，可是应该要等很严重的时候再吃。来做实验。Laboratory。He sat down by the cash bar， 他在皇宫坐下，然后你看完这边。想跳？怎么突然爆音了？没有，因为靠超级近。超级近，好大声。Sorry。也选你舒服的姿势坐下。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太舒服，我刚刚都靠着，现在往前挖。那我调一下。不用，不用了。我调一下就好。好好。四个不同的，那我要来加那个化学物。他有跟你讲怎么加吗？好像没有诶、欸。有吗？他有讲。我看一下我的日志。这个。The former compound lack of potentiality， 缺乏潜力，但是我觉得我已经靠近了。哦、oh. ，这个刚看不懂，就是那个化学物质了。啊、Calamine oppament are given and the upright binds land well. This time we obtain aqua region instead of aqua fortis in open.Unsuccessful， 还只是他没有讲顺序，所以应该直接放就好了吧。嗯哼 ，Nice， 那就直接放。Nice， 哦，他会自己帮我加到对的地方，好了。讲太多，看这个在这实验还会做。怎么了？怎么？什么东西垮了？你不是要放四个吗？对啊，啊，可是放到一半又来一个突发事件。哦，哎 ，need to turn on the burner first。这不，转那个。要先开烧杯，然后要先烧这个。要先烧。来，化学实验。这是小时候梦想的化学实验才是长这个样子的。长大后发现化学实验就是妈的一直抄数据。没错。来拿到一罐酸液强酸。可以去烧那个了吧。烧那些触手。然后被出怪啊。Take this, motherfucker. 楼梯垮了，拉靠边。啊。所以要找楼梯垮了，要找办法爬回去。感觉要深入绝地。Jade， 绝地武士，深入绝地武士。哎呦，哦呦，想办法爬回去，他可以直接爬吗？应该不行吧，主角这么弱。可以吗？啊跳，不行，插死自己。该不要下水道了吧？这什么套路啊？哎，该没有吧？这也不能下去。还好。好像听到有人惨叫。嗯。还是刚刚的那个震动有开什么新的？应该是吧？应该会开心的。他们。阿布，还是说
你可以用物件来到达难以到达的地方。哦，好。哦，要不是这个吧？要铺上去之类的，还要旋转。哦，哎，他自己帮我铺好了。哇！啊 ，nice， nice 哦。中世纪。好，不用走下水道了。Hooray！ 耶、！听说下水道很恐怖。这个还有真的要的、啊？好像说后面有下水道的关卡。听说那是听说那是大家的噩梦。看，你今天打算玩到哪？玩到下水道之前吗？我不知道，看时间吧。啊，你现在是玩到多，就是进度多少？现在刚开始，大概。我啊靠呀！这是大厅嘛？啊，我一开始醒来就是在比较里面的地方啊，我就大概东西这样走走走走过来，这样差不多。其实也刚开始没多久，哦、对啊。啊，现在我应该下去这个、这个地方，然后要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小，来来来。Take this, motherfucker. Motherfucker. 成就解除锁定。Alchemist. 的炼金术士。钢之炼金。Refinery. 今天玩多少看时间吧。玩到想睡觉吧。可以啊。他说刚刚稍微睡了一觉所以还可以。反正今天就打算玩游戏。晚上玩游戏。这里的确是很暗，对，而且有好理由，而且你可以开点亮灯。赶紧！Attention, Daniel. It's important that you keep going straight and make sure not to stray. 请确保你不要漫游到其他地方去，神游到其他地方去。按，哎呦！请小心敌人，请小心敌人在附近，在黑暗中匍匐爬行会让你比较难被侦测到。赶紧爬了！看，给这种提示就是让人哎，靠背来。好性，好性感哦！头痛，一点轻微头痛。所以感觉接下来这一关应该就是敌人取向会比较多一点。Hide and seek。Hide and seek。那圆圆是什么东西啊？啊？圆圆的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九桶。对啊，都这些东西啊，哦，一条，对吧？这酒桶，酒桶吧？哦，这应该是酿酒厂，酿酒房间。哦，所以刚那个单子，以轻微头痛。那头痛是可以干嘛？这是左上角，这是生命嘛，生命值。对啊。啊，这个是你的理智 ，sanity。啊、对你 sanity 太低的话，你会开始产生幻觉，那你可能手脚会开始不听使唤，就你可能会趴在地上之类的，吓到趴在地上。他、啊、说你在黑暗中待太久，或者是看到超自然现象，或者是看着怪物太久的话，你的理智都会降低。哦，所以要待在有光的地方，尽量。啊，接下来目标是什么？看一下，没有目标，靠背哦。很棒。先应该是先探索吧。这是什么？哦，那个补血。好哟。要不有怪要走进来吧？然而，你有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吗？刚没注意听，
现在很像那个大家看到是怎样，是有怪哦，是主角的牙齿在战斗，牙齿在打架。丹尼尔日记。The event inside the underground chamber in Algeria, Professor Herbert insisted. 阿尔及利亚。He said he didn't want to risk forfeiting the entire. 应该是上次那个日记接续吧。Took a turn for the worse. An excessive decision, in retrospect. But I'm glad. 他说教授不想冒险，所以要回去英国。Has a collection of things brought home from Africa. Next to it lay the broken stone orb wrapped in cloth.I tried to assemble it, but couldn't. 然后又看在又记录他遇到了什么东西，一些碎片。Could I have imagined it all? Was there ever a complete orb? 感觉有点类似古迹、古墓奇兵之类的。所以丹尼尔的过去是古墓奇兵。果冻，钻果冻。怪兽的声音是不是？有奇怪的声音。哎，这是刚走的地方。啾啾啾啾啾！就在那钻果冻，点个蜡烛，亮的。法金果冻。怎么了？我三小。哇，你视线模糊是不是？哇，我的理智变点点点。啊，快失去理智。有怪物吗？还是没看到？好一点。就是可以装油，哎，只能装一点点而已。是地道，感觉要进去。哦，有点手把，点一下东西。所以我刚刚开化用完那个化学，应该直播完第一章吧，因为得到一个成就，那就是。卡住了，有些东西卡住，那怎么办？下去地道。他说这个东西卡住了嘛？应该要看一下。哦，干，原来那个怪物我以前看过哎。玉帝牌不是拿来当素材吗？对啊，而且还有在那个什么那个 L4D 的那个工作坊里面很多。有哎，我 Witch 好像就是改成那个模组。啊，是哦。很亲切哦。可以。有想不到什么好改的，我觉得 Witch 都好丑。嗯嗯嗯。我原记得我 Witch 把它改成 B 级公主。B级公主。Something is clogging the crank and pull it country. 就是有东西卡住，所以要找想办法解脱。Yeah. 啊，重点是卡住了，我要怎么？那我懂。那我懂。啊？还是其实他这条线没有拉下来，还是他是在里面绑在里面的，然后再探索一下。嗯，没有头绪。哦，我的火柴花好快。完了。我觉得我需要继续写这个日记。日志。
just know it. I've taken it upon myself to piece the orb back together, but it's been more difficult than one might. 我努力把这个球，这个什么球拼回去，碎片拼回去。但这个碎片很诡异，它们看起来在改变颜色跟形状。I took careful measurements and notated any significant markings. Today, 昨天我做了一些记录跟测量。They were changing. 今天我确定了我的怀疑，它们真的在改变。Geologist in London, Sir William Smith. I approached the subject with care. 在伦敦找到专家，让我们讨论这个石头为什么会这样变化。Like ice slowly melting over the course of centuries. Smith eased my mind a bit, but I can't escape the feeling that these shards have otherworldly properties. 对，丹尼尔遇到这些碎片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啊靠呗！我操，什么事？好像有怪物。赶快躲起来！点点点。赶快藏在秘密基地，然后抓紧我。是哪？啊，抓紧我的小贝贝。你现在秘密基地吗？没有啦，我就是要找地方躲起来而已。哦。我怕是说，怕是开门送好礼。对啊。好像控制有点不听使唤，有点飘。主角懵了，很懵。哎，这里好像都还没来。会不会等下怪物团冲出来吓你？应该是比较不至于。他这款好像都比较趋近于那种，就是缓缓接近，那你要想办法赶快躲起来这样。哦。我听看人家说，好像这款那种突发的惊吓很少，就几乎应该是几乎没有。还行啊。哦，视线好糊。啊靠！背有火柴很少，我还点白痴。是作死。点点点。哦，我的油花好快。客家玩法，打卡面。哦，晚餐吃了大碗的牛肉面，好饱。然后，我最近晚餐一直很想吃小笼包，不一直吃不到。我最近加太多福片蛋。诶，这里到底要干嘛？找不到线索啊！啊，你过来。Something is clogged in the crack， 就是东西卡住了嘛。光。哎，对。火柴。啊，视线有点恢复，还行还行。这是什么？凤茶。凤茶。第一开始就看你的是什么？那个油啊，油灯的油。啊，我刚装过的事情还没有。啊、哦，可是它只有一点点而已。嗯。乖呢？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走过？帮我留意一下。那你们这样看，应该也是很忙。哎，才跟那个 Outlast 一样要捡电池。那我绝命精神兵二代，我破完一遍之后就没再破。是的，对，那个应该没有成就了。剩下成就，哎，有人来了。搞笑，有没有人？他刚字幕说 “Someone is coming”， 赶快先躲起来。躲起来！而这里好亮，躲这里感觉会死。听到有声音。密室啊！
哦，那绝命精神病院剩下成就就是，比如说找到全部文本啊，或者是用困难难度破这样。人家感觉真的很无聊的时候才会去刷。对啊，最难的就是用那个用哈扣模哈扣模式来破。啊。哈扣模式好像就死了就要全部重来。哦，要再蠕蛋，再蠕动，是什么大鱼吗？耶，找不到线索，我找不到。可不是呀。不然我可能就是要从头再走一次，这样比较知道哪里有没有走过。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恐怖游戏看别人玩最棒，不用自己那个，不用承受那个压力，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哦，我要先回啊，我要去忙了，工作开始，对啊，好啊，拜拜，拜拜拜拜啦，拜拜。所以我刚从入口进来，然后这样走一走，然后我就要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快来吃小瓜餐。这里没有路嘛，这里是进来，油厂国小，油厂国小。L Refinery and Metallurgy School， 敢忘记？这房间好像都通的嘛，右边、中间，应该是吧？对啊，都通的。这一定是有落掉什么东西。干，我的油花好快！啊、算了，我的理智恢复，神智恢复。干你娘！所以一定是有落掉什么东西，找一下。刚刚那间房间就是那个要拉起来说有问题，卡住。哎，别有洞天，没东西。这是来的地方，左边。为什么这里就有那个？就有那个语音，有讲话。一上就走过来也有。对啊，他说 "Someone is coming"。啊，刚说 "Getting closer"， 越来越接近。看，再绕一圈回来，会不会再讲一样不一样的？好，耍我！哎，这是什么？哎，那个，供腿呀、啊。可以。我可不可以拿供腿呀、啊、敲它就好？就是敲那个卡住的东西。那有效吗？试试看喽。把这锁按住。好，看起来一点屁用都没有。对呀，一定是有东西要找嘛。东西拉出来看看。啊靠哟！哦，这个会伤的。地上也会哦。等一下。我在这里塞来塞去，找不到东西，怎么办呢？还是你要帮我查一下功率？来来来来来，帮我看一下油厂这边，
那个不是油厂的，那个酿酒坊这边，一直卡在这边有什么办法？靠北，我查到的是恋爱游戏，没错。虽然说这种解谜游戏要自己解才有趣，可是这样卡太久，真的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哎、我找到攻略了，来，帮我看一下。看到第一张而已。第一张，反正进来这个酿酒地方，然后卡住的这个滚轮这个地方，这个 hatch。攻略。哇！反正走来走去只是浪费我的圣值跟油。对。哎、欸，我又回来了，你有没有话要讲？那个全图文攻略，全图，没错。第三关，第几关了、啊？不知道。哎，来，拿药溶掉，然后进去。哎，上面绳子被一根棍子卡住，随便捡个洞子，右键砸它、哦。右键砸，还真的是砸。对啊，桶子上面的绳子啊，绳子哦，对啊，他说是绳子是被一根什么东西卡住，哦，这个哦，这个啦，一根呐、啊，当然他说拿桶子砸，哦，有了啦，好、哦，哦，烤鸭，烤鸭，啊，可以可以，钻，等我一起。好，攻略开的，随时回来。哦，超自然震动。啊！靠逼，超可怕！啊，有个伤口在很惨的流血，等下喝一下，等一下。啊，他一次只能补一种状态，就是那个。我刚是很严重流血啊，现在又补回来，变成说一点点小擦伤。啊，算了，就这样吧。要避开那些肿瘤，大姨妈。